芸菁与小润带来的《桂花巷》。谢谢张芸菁的演唱。好朋友小润来啊，干嘛那么客气，都老朋友了，对不 对？也不是第一次来。对啊对啊对啊，上次那个就是多亏他的帮忙，这次力邀他来帮我伴奏，然后让我可以很容易进入这个感情里面。是，其实安心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听讲评咯。好，那个曾经为你哭过的龙泉老师，我觉得自用钢琴的伴奏真的帮助这首歌很大，
因为这是一首非常中国古典的歌曲，但是小鹿音乐的钢琴手法的伴奏却是非常西洋的，有点摇滚，有点那种小另类的，那再加上云金中心的声音，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特别，非常特别，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的默契简直是天衣无缝，从一开始的两个人弹钢琴那个地方就发觉好像没有任何破绽，到后来钢琴帮演唱的搭配，整个到尾我都觉得非常的完整，而且非常的感人，好听。谢谢老师。山妮老师，我觉得这个阶段是 unplugged 的演出，这个是唯一我看到是真的 unplugged 的，因为这个才是真的 unplugged 的演出。那我觉得其实 unplugged 的感觉是，虽然在很简单的配器之下，但是人声的情绪起伏跟整个表情的张力要有更好的表现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云金是最顾到 unplugged 精神的一个歌手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在细腻度上面你做得非常好，但是相对的在演出的张力上其实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来的那么强，所以 unplug 这个东西对是有难度的，就是所以你有顾到一些，但是也有一些没有做得很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反正目前在积分排名上面是第一，好不好？我们马上要看到你分数，好，好不好？先来看一下到底张云金带来这首桂花香的分数到底如何呢？请下分数。加油，这是超我的冠军赛，11.866分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龙璇老师给到最高9.3分，那么其余老师都有到8.7到8.9分之高，很好的分数，再度的谢谢两位，加油，谢谢。